今天浩雪宝宝来到这个南京东路，然后呢本来是要去看那个李老板那个上次介绍过他，那他带我到这里来，那这个地方看起来非常的清幽，那他介绍他的朋友给我，李老板，哎，你好，谢谢今天非常谢谢你把我带到这里，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你想要带我来这里吗？哦，因为也是因缘际会了啊，我觉得老板跟老板娘他们啊，东西啊，我觉得很健康，对，然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是这个缘分了，大家我觉得做素食的都蛮有福报，对呀、啊。所以从上次我报道你的，你说要开始全部素食，就是我已经改过来了，对，我现在已经全素了，对对对，哎呀，真是阿弥陀佛，对，大家都好有福报，是做素食，是太好了，好，所以现在你要跟我介绍这两位，对，他们的白木耳是活的白木耳。是，对，这个老板跟老板。好，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两位？你好，是我们两个是合伙人。那早期我们在科技界工作，那因缘机会呢，我们就发现台湾自己种白木耳。那过去呢，我们对白木耳的印象都是干的。那第一次我看到这个白木耳的时候呢，我就很惊讶说，这怎么像一朵花一样？对呀、这只有一朵吗？对，这是一朵从真的是长出来的白木耳，而且不是漂白的，它就是这么漂亮，而且呢闻的话有淡淡的香气。那时候我就看到说，我以为白木耳都是干货。那时候我就给我的伙伴说，你看看台湾也可以种出这样的白木耳。然后我们回头去想说，为什么我们现在都吃不到生鲜的白木耳，是因为台湾种植的成本太高了，所以呢，而且它对于环境的要求非常严格。白木耳它需要在潮湿的环境，那台湾其实只要太过潮湿，都会被细菌感染。那么，所以台湾已经20几年没有在种白木耳，因为成本太高，种不太出来，所以现在都在大陆生产。那大陆的话就有很多用药的问题。那我们看到之后就发现说，好像找到一个使命感，说我们希望让更多人来知道台湾有白木耳，而且呢是生鲜的白木耳，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有很多的胶原蛋白，有很多的多糖体，它可以带给我们身体很好的滋养，对于很多女性朋友它又可以滋润皮肤的效果。那我们就一路走来，从一个门外汉，然后一步一步的反正就是像生活一般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那请问这样有多久了？不，我的意思是说，你是说3年就开了这家店？哦，我们只有开一个月而已。只有开一个店。对，那是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研究了一年。对，发现了这个品种之后，我们就实地去了解，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它的来源啊，是不是有农药啦，是不是有是不是真的没有重金属啦，发现说真的是太珍贵了。我们试图的去找各种品种的白木耳来分析来做比较，那我们就找到一个非常棒的品种，所以才有这个机会和大家结缘。是我有一点好奇是台湾的农人在种的吗？对，台湾的农人。那些农人也是你去找的，还是他本来就是在种？其实他也是学校单位，学校的台湾有一个菌的博士，在台中，那林博士林院长，然后他研发的，他带领的团队在阿里山发现了一个菌种，他就把这个菌种慢慢培育，就长成了台湾的独一无二的活的白木耳。哦，这事情在报纸上有刊登过吗？在报纸有刊登过。3年前？在今年5月的时候刊登。去年有刊登。哦，这样是，是，所以你们现在是第一家把它商业化吗？还是已经有很多在？应该是说正式的来讲，应该是第一个不按理出牌的。我们是确实是第一家白木耳的专卖店，我们不只卖礼品，我们也卖生鲜的白木耳。那用实体的店面，确实是一个很
大胆的尝试。但是我想好东西慢慢的就会有很多好朋友来，现在很多人有各种状况，而听到他们的分享都觉得做这个工作是很开心的事情。是是是，那我想请问一下，我听到很多都在讲黑木耳，说黑木耳又怎么棒怎么棒，跟这个中风啊、凝血啊有关系。那这个白木耳有什么好处？基本上白木耳和黑木耳都是非常棒的这种菌，由菌类菌菌类所培植出来。那我觉得就好像说他们是不同，他们是兄弟，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功效。像黑木耳，它很多的铁质。那，但是它以多糖体，它和白木耳就相对就有段差距。我可以简单讲一下白木耳的好。好，好，我是刚刚那个林先生的事业上的合伙人，是，我是老板的娘，我叫卡里卡。那这个白木耳它的好处是因为它的多糖体对于我们人体的免疫细胞的能力的增强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所以它。在使用这个生鲜白木耳的时候，如果我们确保它是纯净无毒的话，那么你可以增加你的免疫力的抵抗力，那相对你很多的疾病甚至于一些肿瘤的细胞它有一些产生抑制的效果。但我们不能用这个来当作宣传，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纯净无毒的好东西。那它不管是在多糖体或在它的矿物质或是维生素，它的补充都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最重要是它的膳食纤维也很多，热量非常低，所以它很适合现代人，尤其都市人来享用这个好东西。听起来非常好。请问一下，那这个东西要全台湾至有几家像这样的店？目前这样的白木耳专卖店，因为我们是专卖店嘛，哈，专卖店我们现在是第一家。那你有没有想过把它推广出去做连锁呢？我觉得这个要看缘分啊，哈，真的是要看缘分。那我们努力先把第一家店先做好，那不排拒任何的可能，但是也要看机缘。那我们就是努力吧，因为这是健康嘛。是。那我想健康是每个人都需要，也都希望的。是是。对。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们两位刚刚说是在科技业。那怎么会进入到这个行业啊？是有点食品加工食品啊之类的啊。是。那怎么会能这样的快速的就上手呢？我在知道这个白木耳之后，黑木耳先从黑木耳开始到这个白木耳，我们在这个木耳的资讯上追踪了一年，在台湾。那在这一年多前，我有2年半的时间我在大陆工作。那在大陆工作的台湾人就会非常注意一下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吃，因为在工作上已经很疲惫，所以你会特别在食物上觉得说应该要帮助自己怎么吃才会让自己的精神身体都可以在外地维持一个一定的一个健康的标准。所以回来台湾之后就会觉得说要让自己的生活更简单，那饮食是不是也能够更有一个符合这个年纪应该有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水准。所以因缘之下知道了黑木耳到白木耳之后，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好东西，尤其是台湾自己的健康好物，我觉得值得花一些心力来推广。好的，谢谢。谢谢。等一下。